各位主持人，我来。各位社会新闻，大家请注意，来，咱请用温暖的掌声，欢迎咱主席给咱讲两句话，来请。
我是在讲咱勇敢，啊，但是是袂当倒来，伊就无法度。我记不了，我有甲特别啊报告一个代志，就讲恁要倒来台湾的这个路已经开了，因为李总统会慢慢研究，看变啊积极来办一些代志，互因大家会倒来，台湾的精英爱倒来。所以要回来台湾了，回去台南的故乡，马上比赛。这个比赛股，动山最高票的台南县。的观众连任拢总八冬的时间，了后伫阿扁政府首先来看咱台湾对外关系外交部，了后直接伫阿扁身边来帮忙国务的发展，而且讲对台湾的。真济国际事务，国内种种的代志，非常的清楚。所以今仔日咱特别真难得邀请伊来，用伊的观点，变来讲台湾的未来。这个观点不管是甚么款的观点，台湾的任何就业、经营。有智慧人讲侪话，咱来个注意听。啊，按即马开始，一两点钟的时间，啊，咱必须要差不多讲一点半钟久，了后，我大家来讨论。啊，我想是用安尼来开始。啊，当然，伊的发言是全部用我讲的平小张的台湾的，诶，我的话来讲，大家。了解一寡熟悉的观点，感谢。开始。起来。开始。在座各位，我的好朋友，各位啊，关心台湾，来认真拍拼，我非常尊敬。各位前辈吼，各位同乡朋友，大多同无影一个介绍，我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动的气氛吼。今日在座，只有一个台湾的讲实话，这。中央几工前就啊提起一件代志吼，啊，头拄啊中央讲伫真久以前，他来美国时阵一摆，伊也讲到闽南，我伫车顶嘛搁咧来提起吼，实际上是，这是台湾人的命运吼，咱，伊这日子细个代志了后，咱所遭受着一寡只，可能别个国家体会袂到的。咱台湾人上面拢走倒，有承受过。所以今日这个是一个真严肃的一个讲实话，因为有关要替台湾开出一条路，要安怎让咱的一切岛上徛家的人，会当来一代一代过着咱应该过的一种生活，尤其因为世界局势变化。来改变咱的生活形态，这是咱大家共同的一个目标。啊，虽然是这样严肃，但是我讲咱这个问题的重点，实际上我用半讲笑话来，但是我这讲话来遮，甲各位共同交换意见。我常常在甲朋友讲吼，用早期咱台湾人怎啊，开始伫美国。做生意特别走去美国的时阵，
咱有一挂人当然英语不一定会讲啊，讲百分之一百拢真标准。但是去美国，去美国因做生意有当时啊，美国朋友在问的，哦，这个人这可能多位捌听过，但这是咱台湾人的宿命。我从这开始讲，伊讲咱要去美国的时阵，美国朋友问讲，甲伊讲 Where are you from？ 哦，啊，你伫倒来？伊讲 From Taiwan。那美国人听台湾了后，足奇怪，我这点我亲身经验经验过。伊咧讲台湾，伊讲啥？我台人，台人，伊想泰国，伊说转去泰国。我讲台湾，哦，台人，哦，台人。台湾伊不知影伫台湾伫做啥，毋捌听过台湾。啊，那台湾人个生意人气也吐不掉。就讲 no， 我来讲台湾，你来讲泰国，讲这个台人，气也吐不掉。讲啊，即摆特别安怎讲？我讲台湾，你听无？我讲转去泰国去，变安怎讲？啊，只有讲有你跑不了钱啦。这有你跑不了钱，你个登出来对不对？你即摆要讲有你跑不了钱呢？这美国都哦 ，people 是有你跑不了钱，你计较这 people 来的。哦，要讲我是台湾的，伊讲是泰国，要讲我是有你跑不了钱，伊讲变得 people 是有你跑不了钱，而且当主席，啊主席去不要变安讲？就甲伊用半上会通跟未通的英语就甲讲，讲 no， our country no people， our country no people， 我这国家无人啊，伊讲我这国家吼无 people 迄字啦，是 Republic of China 啦，无迄个 people 啦，哦，但是伊就讲啊，足受气，讲我无迄个 people， 你就讲带迄个 people 啦，像。美国情况，你看到无 people， 恁个国家无人哦，安尼新个国家吼，所以这对咱今日面临着，即个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即个 Republic of China 到底伫只，那不过了十年，伫只就是被解决的问题。所以咱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看要怎解决，吼，这是国际间咱面临着一个真大问题。我想咱即主题今日伫只，各位伫只关心的嘛，就是讲啊，这个问题要怎解决？咱敢有需要讲去？你家己请啥物为拍美国请人，甲啥物美国做为拍美国请？我是重点个解释。这是国际面来看，但是咱即摆对家己本土来看，我记我阵伫美国中间，伊阵啊邓小平要来美国访问，赵紫阳要来美国访问，伊阵我有载着有咱洛杉矶转来朋友，咱一寡。伫美国转来，三个半暝看到伊才是真佩服。伊做咱拢照中央会面，咱去华府，甲伊示威游行，啊，拢有些布条吼，足济话，咱个学生去遐读册、就业等等，咱着去开一个布条，去看一个布条，叫来几百人，全美国各所在，伫西部啊，搬过来东部。咱就伫遐伫白宫，美国总统伫遐咧，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诶，个宾客伫遐咧开记者会啊，等下咧交代中间咱伫讨论甲话，咱咧甲话讲 One Taiwan One China， 哦，咱讲咱是讲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One Taiwan One China， 咱就甲话。啊，已经发遐足久啊！美国真侪人拢知影，讲恁台湾人咧想啥物，阮知影吼，阮台湾完全。但是几冬前，台湾的立法委员选举了后，一个做美国过去捌做过咱的，做 AIT 伫华府的职位，伊叫做历史主席，叫做贝拉比，咱甲翻做白俄奇。哦，但是我听你念啦。贝拉基伊阵走来我办公室，伊甲我讲吼，讲嘛，伊讲 You guys used to say 哦 ，One Taiwan, One China 哦，讲恁这人讲就是美国听讲说，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啊，咱这双机了，伊感觉真忧心啦。伊讲 I'm afraid 哦，用我真惊呀吼。They are。那我即摆现在吼，是 One China Two Taiwan。我即摆真担心哦，恁过去伫美国发讲一，中国拢一边一国哦，
啊，即摆我看即个选举了吼，北部甲南部煞变成分开，伊讲即个中国煞变成两个台湾嘞。伊讲即摆变成 one China two 台湾，那这是咱一部分。所以今仔日，即咱问题来探讨看卖，即吼，这是严肃。咱台湾都已经咧笑，啊，伊徛伫美国人的观点，伊阁是关心台湾问题啦。伊甲人点出讲，安尼即摆变作中国是一个比较问题啦。但是恁的主张变成一个台湾，即摆变作咱两个台湾吼，伊感觉讲这听真忧心，国家都咧笑，2300万人来讲的时候，你即摆阁分转两边吼。所以这是周瑞波来讲，这是美国人的观点，这个讲，我听了感觉讲，对呀，那这事实是，恁比较了优秀的点。所以为什么今日一些，我首先来甲各位讲吼，咱这个平民政府这个组织，我多少有了解，我要甲志兴兄，吃过几摆饭，哎，我当然朋友要斗阵，我甲咱的。就无影，咱个态度是主席个，等于我就无啥清楚吼。我了解一个组织本身的主张，我真了解。我有捌公开讲过，讲过去台湾人伫海外拍拼遐尼久，主张台湾独立，即个拍拼遐尼久，但是到现在为止，以我个人的评估。并无甚物重大的进步，这是真危险的代志。心肝内头壳上有咧想这个问题，但是判袂出一条，互人看会较清楚，而且国际朋友有可能甲咱支持的一条路，咱行袂出来。所以上个困境之下，任何人若有法当替咱台湾这个国家来想办法。我们可以来免疫和中国统治改变我们现在自由民主生活的这条路，我相信我们大家应该来支持，来给他可以走出这条路出来，这是我个人的主张，我感觉这个主张应该可以来支持。我的问题是我们这条路要怎么走得比较多人对咱有信心，知影讲这条路行是多数人的主张以外，台湾今日上欠缺的是咱家己自信。咱面临着中国遐尼济人口，甲咱采千外亿的种飞弹，口口声声讲绝对无要放弃用武力去台湾。啊，台湾足侪生意人。去中国赚钱，即卖台商即个口号，台商即个物件，予真侪台湾人感觉讲赚钱这条路该点么做？台湾未来解决的问题，伫中国遐尼重大个情形之下，我相信有真侪人失去信心。所以咱直接讲，咱对个世界翻过来看，任何一个小国，伊要拼独立。啊好，要收伊主权也好，要拼要去予强权侵略伊，拢是爱依靠外国的力量来斗帮忙。你用美国来讲，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布独立，伊嘛有经过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嘛是有法国人来斗帮忙，华府一挂拉菲尔将军的像，会照雕上去啊。这是纪念当时，只有这法国人来帮忙美国的独立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内底，伊所写迄个独立宣言，大家若有机会转来读看嘛，实在是予咱真感动。伊内底句句真言，伊所讲的人类，大家拢是根本平等的。这是真 evident， 这是都唔免讲，就是真明白的一件代志。美国人安怎伫英国人统治之下？伊个税收个无公道等等，伊用个点子个真清楚，所以发表迄个独立宣言，法国人了斗支持。到法国八啊13天了后，法国嘛是有大革命，美国嘛比较干，伊个维特伊个来回报，伊当时美国人受着法国人支持着，
所以像美国遐大，当时遐大国家要争取独立时，嘛是法国人来搭帮忙。何况今日台湾，伊徛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啊，相差差不多100多英里，诶，即个公里，咱更加需要世界一寡兵帮咱搭帮忙。今仔日我相信会当甲咱帮忙，甲出声。我想除了美国以外，咱要找其他国家真困难。日本是伫咱的隔壁，但日本的关系，咱要安怎透过种种外交关系，来将日本甲美国这两国对台湾的利益，来互因两个串联起来。比如讲，伊就安保嘛，安保条约，即个上高层已经想清楚。被安保条款会当延伸来到台湾这，不管伫外交、国务、国际上，拢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最近我伫车顶的时嘛，甲即个中国遐有提起，即摆日本发生遮尔严重的9.0的种规模大地震了，像津波过来，而且即个放射线即个问题，对引起国际间的关怀。日本更加需要从美国的帮忙以外，我想美国嘛，伫这时伊嘛感受着讲世界发展的是一体。你日本只要要退掉伫啥物所在去，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伊来当相信台湾，伊一部分能退掉是台湾人，要阁赶倒转去美国。所以用这个战略性的观点，战略观点来看。我相信，透过日本发生这不幸的灾害了，美国人来感受讲，台湾对美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我相信看得出。啊，而且咱嘛在借这个机会，来看面咱来关心日本。我想我在座，台湾大家对上面，咱有提出点有听听，这方面我们相信正当的这方面。台南市政府是赖清德主席之下。我想办一个晚会，因为台南市甲仙台嘛是最晚市，像主席真清楚，即伊在一礼拜前伫罗清德市长诶主席之下，咱有一个歌唱会，啊，请一寡企业家讲诶，叫咱来配合，这是人数袂少，因为即最晚市诶关系，即个就是国民外交诶顶头，就是要来一方面咱。表示地球村内底每一个人，咱救伊，毋是救伊，咱救伊个代志了后，日本人嘛反倒下手，全世界嘛当。因为我记2005年印尼发生大地震时，咱个寄付5000万的美金，咱台湾虽然咱无加入什么国际大事，我都能加入，不过做是地球村的一份子，咱通变现出咱个能力，特别强大嘛。我们台湾这个社风铺起来，这就是咱们也是一个外交方面的重镇嘛。所以我想今天咱在这谈这个问题，这我想大家同意讲，台湾的问题，会使讲真 unique， 真特别。我想全世界真少有像台湾上个这么复杂问题，问题是叫开启一个叫做 People's Republic 这样的一个潜力在。啊，我即马直接要讲，简单对即个国际面来看，啊，拄仔嘛讲一个有关国际面来看。因为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当时即个加拿大加山，伊是当然伫即亚洲即个战区，伊个一个做啊元帅。伊当时颁布一个 Decree Number One， 第一号颁布迄个将台湾。地区的即个日本兵顶顶导航，向蒋介石即个集团的导航，所以伫个中南所中台湾，伊说棉花土和中华人哦，即个即东西蒋介石的政权不管。啊，这点对啊，造成今仔日咱的苗转变到这所在，要变到头这一代。因为当时二次世界大战了，有真济国家，包括菲律宾、西边界边，尾啊越南等等，当然尾啊分做北韩、南韩，包括韩国，大家嘛独立去。所以咱要搁倒转来看，
台湾人，伊当时的领袖，伊当时的读册人，赵立瑞，有替咱伫迄当时的时阵发声无？所以这个组织，咱今日这个组织，然后一个真坚固严密的组织，伊事态严重的时阵，有法度通出来替咱发声，检查咱即摆时间到底是毋是有较慢，我毋敢讲。但是迄当时呐，倒是有像这样的组织。伊人大所在纷纷要求要变作家己个国家个时阵，迄当时台湾人若有向组织，我想真勇敢站起来，顺理成章向美国政府讲：“管应该是受你个管辖，啊无你爱怎适当个处理，无应该叫中国来跟蒋介石来去管理。”迄当时这种声音来当出来声色，现在今日咱就无必要伫这所在，去花费遐尔济时间来劳动大家。台湾安心落脚，台湾人今仔日伫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占十七位，占十八位，每个人评估无同款。但是经过 IMF 的评估，我想差不多伫迄个附近。咱的国民所得17,000美金等等，咱的 PPP 30,000+，来讲的时阵，事实上是不得了。台湾人今仔日伫经济方面、高科技方面。今日若万一台湾发生动乱，我想影响着世界一寡经济面，特别高科技，因为咱生产的这些 chips， 像咱了这台积电也好，联电也好，真侪这些机密出产这物件，供给无够的时阵，会影响着世界各所在这些高科技环境。这敢若像石油出产的国家，敢像 OPEC， 伊这石油。即个欧佩克个国家呐联合起来，甲你做某种程度个调整，欠缺石油个时阵，世界就发生真大个问题。你像日本即摆发生即个问题了，真侪所在无汽油，车袂点动，迄即灾难就随时发生。所以同款个欧佩克制度真重要，台湾个经济地位伫即个高科技个生产，即嘛真重要一个社会。所以咱袂使看轻咱家己本身。那个本身这个所在是予咱应该有真大的信心，但是问题是伊比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遐大国家的时阵，咱大家我的感觉变作非常的消极，无迄个信心讲咱会当来伫咱家己国家内底玩，或者这是我个人感觉，兼在做官无得啊。而我即摆就是讲咱伫台湾这个土地。一直拢伫中华民国的这个河山内底生存，而且中间咱渐渐，我讲渐渐，卖来讲这個中华民国这个安怎？我渐渐对这個国际间的关系先来稍微讲一下。伫麦加萨这个经营了1945年了后，台湾变成蒋介石的人管。当然，迄阵啊内乱，1949年。十月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但是了，伊的一贯的政策，当然要将台湾省份摕倒转去。但好佳哉，迄当时在1950年，叫做汉奸爆发。汉奸爆发的时阵，这个毛泽东因甲北韩斗阵落来攻南韩，甲美国烧台。伊啊台了的时阵，台湾当然不敢。正式去参战，但是台湾就是听美国人的话，听美国人的话。美国叫你行东你就行东，行西你就行西，所以去支援美军。所以美国的时阵，伫迄阵做 Truman 做总统，伊就为着要保护台湾，卖阁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伊派第七舰队来台湾海峡，宣告台湾海峡中立。蒋介石讲要反攻大陆，伊当时嘛是讲继续甲咱骗，但是真侪人可能不知影，伊信心拢袂切断去。所以我咧讲，多台湾多因为汉奸的关系救着台湾。当然，迄时阵台湾是蒋介石的政权之下，但是至少能够救着台湾，那不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喊过来，反正甲伊退掉不对啊，这是失败。所以是讲，国际间大大小小发生过代，拢会影响着台湾的命运。1950年代汉奸是一个真明显，二次世界大战了，
当然是也是明显台湾，比如伊马加萨迄当时一个 Great Number One， 比如中台的名片啊，安全了后，在美国甲中华人民共台过啊，在美国都，迄阵伫美国国会内底有一挂非常激烈反共产党的人，有大家拢听到，啥物周易德、徐伟、阿杰。这个 Congressman 家是 Minnesota 的人，啊，还有这个 Congressman 丁丁，跟这个 Senator 丁丁，那非常反共，所以就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伊讲是 Red China， 啊，台湾就是变作 Free China， 啊，伊个美国为着方便起见，哎，不，两边拢是 China， 一边是红色的中国，一边是这个所谓自由的中国。啊，我那当时伫美国的时候，我就去甲这个美国这个 Congressman 讲过。讲台湾 is neither free nor China。讲台湾既然无自由，也毋是中国啊。伊哩叫讲台湾是 free China， 讲台湾也无 free， 也毋是中国啊。阮都，你讲台湾是 free China， 阮都不主张安尼吼。其实阮都甲表达非常清楚。啊，当然这个是，我哩讲这个是救援台湾的判断者。即马刷落去，我即马要强调是讲，伫国际面来看，台湾是甲国际真侪关系拢是苗是严重严重的。就是即个关系，我咧讲台湾未来要处理，嘛是爱有国际关系的力量来引导帮忙。国际关系的力量影响着咱，有摆一面，咱嘛要运用即个放好一面。大家知影，阿多啊，甲无影咧讲，我是读地球物理学。咱是伫只人类第一个有迄种足够的 rocket， 一个 probe 当中，即个做狗还是狗啊，还是人，送去到太空，会当离开地球的地心的吸引力。上个月关的，伊个发布出去是苏联人，伊个是我记是1957，我多伫台湾大学多伫读册时阵，迄日卫星叫做 Sputnik， 啊，唔知要叫啥，叫做 Sputnik， 是苏联话吼，伊阵美国有惊起。伊主要拄好伫安全了后，即、這个西方的集团甲东方的集团伫遐咧夹。伊阵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去甲苏联联斗阵，啊，美国伊阵创立叫做 NATO， 大西洋叫做组织，对付共产党集团叫做啊，叫做沃沙派，华沙公约，大家捌听过？这两个集团在拼，这个内部是美国这边做首脑，华沙公约是苏联做首脑，一边是共产集团，一边是自由国家集团。伊在拼的中间，不是干呐讲政治在拼顶头款，太空科学嘛是拼顶头款。什么人伫军事战略方面会当占优势，伊的项目会较快。所以苏联在1957年第一列的苏联就拍起了，苏不是这日本这个美国惊起来。所以在1960年代，肯尼迪当选了后，伊在1961年正月二十，伊在就是典礼顶头，伊就开始强调，在伊的国情咨文呢，伊在美国有一个惯例，总统每一年。伊正话一定要向美国的国会提出伊国际国情咨文报告。John F. Kennedy 伫遐，伊就开始讲：，讲我美国伫10年来，我要将第一个人送去到月球顶头。伊伫遐开始讲，这就是伫国际间的伫迄个所谓低碳，来讲低碳吼。这是以法律来讲，就是互相
伊在竞争，但是毋是用小台在竞争，伊在用相机吼。伊伫遐讲讲，我十年来特别从人类上去到地球顶，迄个月球顶头。对我来讲，我细汉的时阵，阮老母甲我讲，你袂使将手举月亮，因为月亮顶头有伤哦，啥物事？你若举月亮，你个耳仔会臭去，会烂去。安尼讲讲，所以我想安尼，要将人送去到月球，这开玩笑的，讲这个话哪有可能？听伊讲了，伊就开始找人才，开始设机构，这个机构叫做 NASA。太空总署就是迄个时阵成立的。我的工作以后就是拄着那个囡仔仔，到底做工作。伊去邀一寡科学家，啥物人？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当时伫英国做宰相一个丘吉尔，温森丘吉尔，去见伊，伊就用要帮伊。德国就是倒来用 V2 rocket。用 V2 rocket 甲拍伦敦，V2 rocket 是啥物人咧发发？是德国迄东西，即个叫做 Brown， 就是迄个人，第二发发。二次大战了后，肯尼迪为着未来发展上高科技，要将人送去到月球顶头，伊就是去请当时伫纳粹之下。因为二次大战了，德国输去啊，所以即块只个，包括有伫苏联即块人，美国吸收着，其中一个 von Braun 这人来。啊，即摆来伫美国了后，咱知影讲，伊竟然伫无甲十冬个内底，伫1969年7月2日，我去记个作成个，我伫电视顶头，伫 Colorado， 我伫遐个电视顶头。我亲眼看到人飞去伫月球顶头，这个人是啥物人？这个人叫做 Neil Armstrong。因为我有一个亲戚，伊尾仔生一个囡仔，都伫迄当生，所以伊用伊个英文名，用迄个太空人个名叫做 Neil， 所以我记得足清楚。我讲这段历史，主要是要各位来知影讲，这个世间政治斗争，嘛有科学个斗争。啊，这就是要增加你国家的声望。我讲，咱台湾今日虽然是小国，但是咱嘛有一寡伫世界上吼自豪的所在，咱有咱的优点，咱来去发明啥物件。但是问题是，咱若永远去用管，咱就可能摊袂水。我即个想用台湾人的种优势，咱迄 potential， 迄个潜能足强的，咱当作我细汉的时阵。会感觉，若讲到科学，啊，若科学无一本人，咱台湾人无法度啦。但是我至少我拢爱想，若讲到科学，就啊，这拢一本人啦，这咱台湾人无法度。诶，即摆毋是啊，即摆我感觉，这科学台湾人嘛无法度咧。若毋是讲靠一本人咧，台湾人嘛无法度。当然，真个做法嘛是可能一本人即摆你上机密有一个一本技术嘛，到边来吃，咱嘛即摆即个做科学过来，你嘛真个印度人来吃个所在。你台湾人即个爱自信，咱一个自信心，你自信心若失去哦。真个感觉你无得做，同款咱这组织，咱若有迄个自信心，继续去发展，会当互较侪人知影讲咱咧做个，对咱这组织若有自信，这组织壮大，啊，你安怎做啊？会当互自信，有一寡会当表现互知影，会使讲个。我想这是我家己个人的一个见解，甲这上个叫做叫做建议吼。我得搁话搁当讲了转来，即摆当然蒋介石伫1963年诶10月，伊即个叫达拉斯，伊也是叫崩死。崩死了，当然伊个副总统是叫做江省，哦 LBJ 林登江省副总统，伫迄个空军一号顶头就宣誓。算这时阵，蒋介石哩，银宝、蒋介石，甲伊个官差，伊遐，被一定算说，伊个总统是接个，一个总统。伊做总统了后，因为即个越战，我主要讲一段故事，是讲对即个韩战了后，即款讲起来越战，因为越战太遐久，
美国政府一直要赶紧来结束这个战争。要结束战争的时阵，你就要拜托中国。你对蒋介石开始刷入去，蒋省，蒋省了后，即个刷入去，尼克森，尼克森了后，当然是贝尔福。啊，你这段时间内底，战争愈战愈厉害，美军去甲炸，去放一种新的武器甲烧啊滴，安尼，或者咱伫电视顶头看到说，越南的囡仔安尼烫山烫火烧安尼吼，才是真唔甘。你伫电视顶头看是大家吼，所以当时美国一个真有名诶一个叫主播，大家拢知伊个名，叫做 Walter Cronkite， 大家要记住个，伫美国当来叫台湾。即 Walter Cronkite 即是真伟大，即是伫美洲诶新闻行业毕业诶。伊伫即美国 CBS 诶时，伊做迄个主播顶台，看谁看从今日咱台湾诶记者做主播，拢看得水水啊咧。坐哩啊！我想真侪物件，实际上伊拢乌白讲，我真歹势当个批评。我伫看开做遐尼久，伊做一个 CBS 的记者的时，伊讲讲美国去越南、台湾的吼，伊对一寡方面一寡消息，无人甲报好，无人报坏。伊个亲身走去越南，去啊，写一篇转来了后。伊伫个这 CBS 的报告内底公开出来批评美国政府，伊讲警告咱，咱所听到，讲咱离平战了安怎，咱会赢安怎？伊讲伊听到无共款，北平胡志明迄边是北越，南平美国甲扶持的拢是只拍片，是啊只，咱是讲假的啊，伊去亲身听到了。要民怨四起，美国声风点应该是真低嘛？要游击战等等，我得看卖转啊！向大牌记者公然来批评美国政府，当时美国人真侪逃兵啊逃兵，走去澳洲，走去加拿大，彼当时变做一阵叫做嬉皮，嬉皮台。古代毋捌听到嬉皮啊，是迄阵啊遐美国少年家啊。大学生顶顶讲逃兵去，在后头转头门，穿个安尼真散漫，食毒，伊就是不爱做兵。如果即摆做兵，去越南去烧台，这对我讲个违背我良心，伊无兴趣。包括当时捌做过尾啊，做过美国总统的这 Clinton， 伊嘛是当时照讲，伊要去读 Master degree 去英国留学，伊在倒去留学呢？伊在 Oxford University 去留学。伊即个做夹桥固定，伊去固定地方，伊伊要选举，中间要选总统的时，无人要批评。结果尾啊，我先生知讲伊去固定地方，伊奥数地方，我话拢看得到，但是这我拢要这边真心实的历史了，给大家做参考。因为我伫。个人诶，总统秘书长诶，真期待。即个 Oxford University 请我去演讲一摆，咧讲台湾诶精神。我去 Oxford University 演讲了后，因甲我带入去一间图书馆内底。迄个图书馆内底，公园内底有一个咖啡室，陪我去遐啉咖啡。啊，伊甲我讲哦，迄间咖啡室哦，若无事先去预约哦，你无位通要坐。啊！我伫个公安哩，我刚无时间袂使，来到奥数了，无去咖啡了，刚袂使。啊！就尾下就证明就营养量就低点，就啊！就比较伊就阿讲，真内底吼，来啉过咖啡吼，拢是世界名人，你阿看，包括 Clinton 的相一只，啊，就是做学生的时阵相啊，用，哎，尾下当然做总统。啊！我讲哦，伊就是做学生的时阵来伫一间奥数的大学。来读 master degree， 啊！伊从美国人咧讲起讲，伊就是活在中间，伊少来遮读册，等于是逃兵咁款。啊，这个伊个相挂伫边个就是，伊当时伊甲讲，我甲印证我安尼有影就对。哦，我咧讲这个就讲当时美国起唔是安尼，伊 campus 内底无警察 campus 暴动啊，
警察派兵去，嘛有台死过学生啊。这当然来好记得了，这历史世上爱加减啊记的对吼。就是因为战乱，美国人伫哩反，讲完全无结束的代。所以等到尼克逊做总统了后，伊讲这要改观，伊阵啊拄好去信了，头是做伊的十九年的外事去信了。啊，听这面的犹太裔，十五岁搭伫德国来美国，伊的英语足歹听，伊的德国的口音足重的，但是伊是变做一个，伊的是拢讲究种 geopolitical。诶，像这啊，诶，拢是大国主义，会使牺牲小国，顾大国诶。伊像上话最有真个当然，讲这人足夭寿诶，当然叫海外吼，就是讲牺牲。啊，伊从那个，这个啊，尼克逊建议讲这要解决袂使，要解决就安怎？伊拜托中国，所以伊就一摆加巴肚疼。走去，飞去中国时，经过塔吉斯坦，搭对啊就搭走去中国去，去甲中国领导人讲，讲阮上班要来解决目前太遐久啊，需要伊中国甲帮忙。中国讲会使啊，你要叫帮忙，意思讲你甲胡志明劝劝讲，叫胡志明去问看，有同意要来听一下无？因为当我太多当官，当官是家里人的嘛，伊重要是八卦多知名，因为安国富，大家叫安国富哦，这人是教会了解相当的尊崇，越南人对伊是相当尊敬，这是更是因的国父了吼。啊，中国当然欢喜啊，哇，你美国来拜托我，就美国啊，你若要拜托我解决越战，啊，你我嘛要拜托你美国，我台湾的问题安怎？你嘛来拜托，我嘛来拜托你解决嘛，你是互相解决嘛。你要叫我来拜托你解决偌济问题，啊，我当然要拜托，无你嘛要做一个 favor， 互我来解决台湾的问题啊。伊迄时阵，其实就袂当讲，喏，讲 OK， 大家互相交换，啊，做生意，我甲你买几样物件，你甲买倒几样物件，同款。所以越战引起了台湾甲中国，或者美国甲中国，尼克逊是主国当人讲，这人是上届反共，结果是上届反共的总统之下，因为要解决越战，伊煞去甲中国签一个，伫1972年2月2日的上海公报，即上海康米尔克，就是安三清算。所以，这个台湾的地位、台湾的安全，伫国际间的影响，伫1950年代汉战，我看是救了台湾。但是，伫解决完整的过程中，因为美国去找中国，这点煞去害着咱人。至少我，伊当时我也是看到害着到，因为上海公报内底。中国那边就讲，像伊讲，第一是往台湾请，台湾伊就拍落请，伊中国就定来主张啊，这对咱无疑啊，中国一定来主张。世界敢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 Chinese position， 中国的立场是安尼讲。啊，另外就美国伊就讲 ，We 就是我美国 ，acknowledge your position， 我美国。我甲你认知你的立场，讲你拢是完全的，台湾你都拍完全。但是不要讲这个台湾问题解决，是爱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伊是安尼个讲。美国这边对上海公报对咱台湾的重点，差不多是安尼。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伊这翻做中文了后，伊迄 acknowledge 伊个。讲啊，美国已经承认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伊迄个 acknowledgement， 迄个用字，伊该翻作承认。啊有影？伊伫即外交文件顶头，即 recognition、recognize 甲 acknowledgement 这两字，
建中文化起来吼，差不多感官拢互相拢讲得相认啦。但是你英文是绝对无共款的 ，recognize 是我甲你强烈甲你承认。啊，不然咱即摆伫厝内收着像韩式传单，我叫伊签一个字，我是甲伊签一个，我 acknowledge receipt of this letter 还是 parcel， 我用我有收着这项物件。甲感觉1970年日本甲中国建交，日本嘛是讲我认知你的公款尔，我无承认台湾是你中国的一部分。加拿大嘛是同款。但是这就是讲，1950年代汉战影响着台湾，对咱贡献是袂歹，至少台湾保掉的，无管你是中华民国啥物，都无叫中国退。但是伫1970年代、1971、1972签这个上海公报了，台湾的问题底下就变作讲，一个想要反共的人，伊用乒乓的外交，会啊，伊个签这个上海公报，底下台湾的反叛。台湾的威严就是愈来愈放地放地放地放。即摆甲尼克森倒，因为即个沃特加水门事件了，伊落台，落台了后，即摆全破了。了后，煞就卡特做总统。卡特1980年代做总统的时阵，本来我有一块叫 declassified。会照物件，尼克森伊是若阁继续做总统，伊至少还阁袂遐尼紧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啊，伊若建交的时阵，伊可能会坚持讲台湾应该来同时承认台湾，伊是有迄种的想法。伊这是一个共和党。我先呾知影这个物件，这是因为这个。卡特做总统了后，伊要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迄、那个消息一直拢砍掉。甲伫要建，明仔载要宣布建交的时阵，整整几点钟，才宣布讲这個、消息公开出来。迄当时尼克森听到了非常生气，尼克森非常生气，所以伊传了写一张批，伊无要。拍电话，讲不，你著拍电话起来，卡住看会当在动嘛？伊讲，我著当时要总统，我著当在动。美国人有一个好处，伊当时要总统不必干涉现任的总统，诶，现任都总统伊的职权啊。所以伊当时写一张批，一张批嘛真客气写。伊讲我是一个当时的总统，我不便干涉你现任的总统，但是对台湾的政策、对中国的政策，我有意见，要互你做参考。伊讲我迄阵啊，去签这个上海公报是要解决台湾这个，解决这个发展的问题。伊讲我所听到，你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要甲台湾断交。伊讲这点我100%甲反对。伊讲我会讲话是安怎？你袂使将一个对咱好的国家，甲伊断交。去甲咱过去一直拢做咱敌人国家，你去甲伊建交。伊讲即个共产党汉战的时阵甲咱抬过，1950年代甲咱抬过。所以越战的时阵嘛是伊背后咧塞拢遮越共甲咱抬。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个有咧请呐，是正港咱的敌人。你去甲咱的敌人建交，啊！所谓 Free China， 这中央小姐政权是咱的好朋友。韩战时甲咱帮忙，越战时伊嘛甲咱帮忙。你像越战的时阵，美军遮在休困、放假的人，拢来台湾度假，去香港度假。我迄阵都伫 CAD 吃头路，我真清楚，遐个飞官全拢台湾。所以台湾直接、间接拢徛伫美国这边，伊嘛当然徛伫美国这边嘛。这细汉的对不对？你也听这个。这美国的保安嘛，对嘛？两个保安吼，当然不爱听这话。啊，你讲一个甲咱好个，你甲伊断交；啊，一个歹，你甲伊断交。伊讲这台这美国人袂当接受个。啊，所以就是伫遐了后，卡着安怎回过？伊讲你的意见我拢听着，简单几句尔，啊，就照咧建交尔。哦，我讲这个就是讲台湾的地位，不管什么时候是受着国际的影响，这是实。这点对咱袂够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不得讲遐济吼。但是我即马要讲，
这么说的意思。因为当时古话的，那是讲高华的，那是相当右派，相当支持中这个蒋介石的政府。我迄阵伫高雄事件发生了，我去支持，我就要去要找，都无去见。以前我是咧讲，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咱的改革从38年到，伊拢无去见我，伊这人就是国民党的政府。啊，但是伫这个时阵，伊就去啊替国民党政府发言呢，伊讲台湾就应该爱伫。比赛个即个中国，比赛个即个美国同交等等，伊就是讲，讲安尼，就是大体上来讲是，那对大个观念来讲是对咱袂歹，是点来看吼、哦。啊，说到尾来就是因为伫遮咧运作个中间，尾啊迄个台湾关系法，才叫三星团。1979年尾啊，卡在1979年正月初一，1979年正月初一，台湾。我到美国断交用，美国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伊甲台湾断交，所以1979年正月，所以伫迄个了后，美国国会透过国华人这人来教，啊，透过咱这边的人，包括蔡东英先生、彭玉先生，阮过来人去找美国国会，我台湾那边吼，你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了，你就承认了，你台湾啦，我赶紧去找，因为我住伫华府，我足近的。刚才副秀有在提起说，我那时候在美国政府吃头路，我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商业部里面吃，商业部我做的工作是跟NASA有关的工作，所以我常有机会去找，尤其是那时候我全呢，我的工作时间我是一天要上8点钟，一礼拜要上40点钟，礼拜到拜五，各种事件发生到这个断交了后，我甲我的顶头上司，我讲是毋是会当互我有一个 flexi time？ 美国有一个 flexi time， 就要调整你上下班你的车的那个车辆，叫做叫做 flexi time。哦，我讲哦，是毋是会当互我上一天10点钟，我上4天就好？因为我若上班的时间，你找美国国会的议员，我只有拜六礼拜，因为拜六拜五爱上班，只有拜六礼拜。我拜礼拜，伊在关门呢，我都找袂到啊！啊，去人兜绝对无可能的。啊，人伊嘛拢等于家己的双股咧服务嘛，机关。所以我甲顶头上司讲，你互我上用迄个 flexi time， 一天上10点钟，我上4天，啊，就40点钟，就符合联邦政府公务人员的条件。伊讲 OK， 伊遐拢知影，我咧变啥物方，伊拢知影，我电脑设备啊。我一个黑人秘书甲我骂，我你若逐工电的设备，啊是啊是，所以美国人的薪水来做台湾人的代志，事实就是你知影。啊，所以我上拜一甲拜四，我拜无几工，中昼时啊早一个便当，我就是南时，我迄阵是美国籍啊，我台湾就那帮酒食头，我迄阵是美国籍啊，所以我去外国无，会当找一寡台湾口的人，有必要是甲顶头人通讲话，我去。就用拜五一天，南市里外国部伊个国会咧走，就是走去国会内底找一寡些肯尼迪啦、索拉斯啊、金利，啊个即个即个圣安德佩尔，伊遮人嘛叫四大天王，拢是支持台湾四大天王。讲起来，伊讲啊，你甲中国建交了，甲台湾断交，特别人，咱妈咪啊，移民会啊嘛是，伊也是讲咱送往中国迄边嘛，叫我将台湾对上面真清楚。所以即个种种即个。主要我讲遮比较得较强调个，我主要是要强调讲台湾一定不要中国个人斗支持，伊就是伫即个中间尾下咧去创个台湾关系法，叫做台湾 Relations Act， 就是底下三星讲，即个台湾关系法，伊三星以前我嘛有去做者，伊生了票，伊甲我讲，迄当时迄个美国。各位外交委员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是 Church， 咱团队古迪啊，丘茨啊 ，Church，Frank Church， 他因为伊泡面，所以由于副主席 Senator Pair， 这是 Long Island 算出来，到我最后最后最后，拢就派拢贵姓的，啊伊讲 Mark， 用叫 Mark， 不要做这个，不要当人工，啊我已经去做另外方面。
因为卡特做总统了，伊发明一个叫做人权外交，叫做 Human Rights Diplomacy 人权外交。卡特这是野心大，啊，伊个背景就是，因为伊伫美国伫东南美洲拢支持个独裁国家，啊，独裁国家个人选无着，变做啥，变做拢反，拢反美国，伊拢一直拢支持独裁国家，所以讲这人权爱国，所以才叫人权外交。所以因为有这人权外交了。迄个做，我来去各位做，我讲物件，讲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应该嘛，大公啊！1972就已经入去啊，伊要入去联合国以前，美国甲中国的代表伫华沙开会，开超过七八百以上，对，超过七八百以上。啊，我讲这，我无讲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阮是讲。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台湾要安怎？讲台湾是台湾人的，我主张你台湾的人权爱讲顾掉的。第二点，台湾的未来爱由台湾岛内的人自己决定。我也提出这两点。啊，不要这个台湾，这个做台湾 Relations Act， 那讲 TRA， 就是1979年。4月10日，伫美国的国会通过。今日这对台湾较重要，简单讲个两点。第一点就是美国的国会会当同意，三个美国总统哦，迄个在行政部门爱卖迄种防卫性的武器，即个 defense weapons 爱表达。第二点，甲台湾相关的就是讲伫太平洋的西岸，任何国家若伫遐有做出危害着美国的利益的，美国去派兵来保护美国利益。伊无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拿来提到，伊无讲较清楚。伊讲是西太平洋这所在，啊，这两点，今日咱讲台湾关的话，台湾闹啥物动乱，安怎是是毋是？还是讲香港闹来提台湾啥物？美国是不太平，这重点就是这两点。我即卖就是伫遮咧讲遮个问题吼，是做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探讨啦。讲台湾是甲世界遮个国家是息息相关的。今日台湾的命运，伊也会当甲咱帮忙。除了美国以外，日本咱会使培养吼。日本到咱到万一若失去，我想日本人同款失去，日本人比咱搁较烦恼。但是要安怎保护台湾这个土地？我想，咱这个组织里下，咱有咱的见解，咱有透过这個法律的这方面来做。所以我想，毋忙这咱推出一条路出来。所以我是讲，以1952年这旧金山这三藩市所批出的这个原则，这个到哪，都要来用这个公法。啊，我即个讲法，我伫遮，我会在社长有甲主席有小可甲伊做一个说明甲报告。我伫即个文件顶头有看到，我头拄来讲，咱伫1971年10月25日，蒋介石集团，同时根据阿尔巴尼亚提出来，即个 Resolution 2758案，即个。当时提出来时阵，讲蒋介石集团爱对联合国这个判决，伊毋是讲中华民国，伊讲蒋介石集团，就是土生台北的讲话。因为当时文字是安尼写，我头头去吸收着，吸收着，因为迄阵啊，甲国际的关系。因为甲中国迄边交配袂歹，啊，其实伊这人就爱做生意，趁钱啊，这伊背后有一群人靠伊来做生意，所以伊伫1971年10月21日，我这个时间都记得足清楚。十月二，伊去伫周恩来啊，甲周恩来谈，因为伊这个做美国要入去联合国已经大势已经去啊，挡袂了。这重要的法案，三分之一嘛挡袂了，
啊，所以伊伫1971年1971年10月2日，伊讲，伊伫即个做九年，也你讲，美国袂反对中华人民国人民共和国是否即个联合国？即2758即个案，案文拢已经伫内底拢准备好了，伊案文就是安尼写，讲要将中华社会集团踢出即个台湾。当时周恩来甲反对，讲伊安尼做唔好。伊讲中华社会集团甲踢出台湾，那安尼，即个问题佫倒转来伫迄个台湾地位未定论又走出来。周恩来安尼讲，伊当时叫我看即个文件内底，即个啊，其实也无啥清楚。周恩来转意思是讲，啊，你将中华社会集团对台湾赶出来，啊，台湾这个所在是变作啥个？啊，台湾内底有，你说要过差不多1800万的人口，那讲1800万，基本上就1300万。台湾这个土地是属于啥物人？所以台湾地位未定，这个物件要互提出来讲。周恩来不爱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要继续扩散，要继续互讨论，所以讲。看向修改，我即帮人心态，你大局是对，阿爸你也提到这物件，就来看有对个，讲这个物件，你从台湾这个中央社集团，他那这不是无人多少人，啊，并无进步，啊，无进步了，变成啥物人？台湾人啊，变成人讲，啊，你台湾地位，你都好，台湾人来决定这物件，走你出来。所以，这个就来反对，伊讲无多，尾就来讲，那呢吼，即摆台湾地位未定，就尽量卖讲。讲拜托，啊！拜日本政府讲讲以后无讲台湾地位平等，所以对这点咱来看，伊都会晓反对讲台湾地位平等的时候，咱台湾就是讲对这台湾地位平等，所以这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点咱来想办法去发挥，这点来感觉这应该是一个重点之一。因为我看到迄个物件，我这点都，啊，这嘛是一个日本人写，这是日本人叫做中相，中相这个人，这是搁在台湾独立里面。一个重要，一个基本上能帮忙，一毛钱的钱，所以这我想七点我够做就差不多哈。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差不多讲的，拢是差不多拢是这个国际间的这个关系，我想我讲的哈。看那时间差不多到，稍微动一下。我想在抽时间来个各位同志说。错了，大家的想法吼。我另外倒转来讲一寡问题。最近咱台嘛，捌伫即个美国的即个 Foreign Affairs 真重要的外交杂志顶头，咱定有看一寡奇奇怪怪的文章。来讲台湾的地位，台湾未来要芬兰化，伊用芬兰来比论台湾。芬兰是一个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伊用芬兰化，讲伊也跟。像芬兰这个证明，讲替苏联讲好话，上面讲台湾有一天，咱变做家己国家，咱袂使甲中国讲叫你兄弟之邦，咱袂使讲，诶，问题是不共款。哦，啊，即摆嘛有一个人主张讲台湾要放弃，家己美国的利益，讲台湾要放弃，无像个主张嘛，当然嘛有人出来反驳，哦，有人看讲台湾现在就中共呐，互伊用起来了后，伊所谓中国。伊就做 peace， 伊讲 rice， 中国 cookie， 对，汉字毋是，即台湾就是苗方的 cookie 嘛，我头先去谈过，中国白个，用也是和平，也是另外有其他用途，即我讲真明显，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一个国家要甲退，无一个国家要崩啊，无一个国家咧个威胁啊，苏联也无，美国嘛无啊，啊以前那军事预算敢用遐济，啊即当然是要控制伊个。伊个海权去控制伊，伊所谓伊个国家个力量嘛。因台咧讲哦，21世纪是中国人个世界，啊，伊嘛咧讲个经济方面嘛咧讲政治，所以野心真大。啊，透过即个袁弘斌伊一本册，我伊他呾写一个台湾大侠人，最近写一个台湾大国情，我看了了。迄是中国人个学者，怎个带个学者？伊个看法足清楚个。啊！伊看到这个，我就同感。中国伊个是
特别是2012年，这届选举，民进党感觉讲，西藏甲台湾是因为国家核心的力量，一切就是核心利益、核心的力量，所以一定要填。这本子也是安尼写，啊，对我是咱，我是拢有同感，我看出来。所以，伫这经营之下，伫大国际环境，美国人都主张讲爱放弃台湾啊，哦，啊，若讲台湾在分南华等等，而且中间讲来讲去，嘛是咱在岛内咱台湾的问题，啊，袂安怎来找出一条路？我头拄上台时，我就讲伊，伫世界各国在纷纷在独立的时阵，包括新加坡伫1964年独立。伊阵啊，李光耀伫电视顶头讲啊，老外生逼到无法度走一条路出来。人嘛唔知影讲美国，或者新加坡，我咧讲偏西多啊国家，哎，即款遐用啊，对不对？你算两想讲，对不对？上加3-4百万的人口，伊讲是非国家的，所以这就是讲人来走出一条路出来。啊，所以伫这样的环境之下，我是咧想讲，讲来咱的内政来。咱即摆即主权的流失，我是感觉真流失。民主进步党，只是我个人来看，嘛有人批评我，啊，你中华民国，你都无要承认，你去做中华民国体制内底的一个啥物公务员，还是用官，那像啥你嘛是有啊。啊，有当时你要甲政治的物件嘛真歹做吼，你都无承认中华民国的时候，你才落去选的总统，这啥你嘛是有啊。社会人爸爸讲啊，台湾独立联盟较早转来，伫海外嘛是讲，我就是体制外，我要用体制外方式来建立一个国家，做袂出来啊，啊，讲啊真爽快，做袂出来啊，哦，所以这政治是真复杂的物件，哦，你有一个理想，有一个主张，但是要有一个方法，看袂到实际，阮独立来经验。虽然是安尼讲，但是我是感觉讲。你有在裡面做過工作之後，所以現在是比較有經驗的知道度，咱過去如果沒有在政府裡面做過什麼事，咱是沒經驗，應該變成什麼方面不知道，咱現在是比較有經驗的知道度，我個人我就這樣說，不是說要來跟國民說，我在裡面做外交部長是不對啊，我不是要說對不對，我至少不管外界安怎批评，但是我即摆知影讲，因为伫内底有做过一段期间，知影讲即政府运作安怎，即摆咱比较计骂咧做，咱也知影讲有咧甲咱骗无？过去若无伫咧，咱毋知有甲咱骗，咱毋知。即摆咱知影有咧甲咱骗，即就是讲有经验的知影都伊会惊，嘛是安尼。因为像迄阵有一摆。啊，我举几个简单例来讲，伊一个国安的秘书长，即个苏奇，伊头先无几个月，伊讲要去中国啊。我这哪会使？因为我伫内底，我做国安秘书长，即明文规定，就只要3人袂使去中国啊。啊，即摆伊讲要去啊，所以记者派你来问啊，我去就是无，伊个周静文甲写一篇甲访问，我讲啊足清楚，咱若无伫内底做过。水在后背骨啊！伊讲头先那要去，哎，变去做失败呢？伊叫做失败，从台湾咧国安的代志，他们大行慌慌买落去。啊，所以难怪讲这個、美国这高级的这性能武器唔较袂有台湾。你台湾甲中国行很近的时候，你武器袂有人，那水透迄边，而且这美国迄边，伊来做一寡些秘密的物件，一箱嘛透过中国迄边，高级的武器那敢袂有人？哦，所以我是讲。由咱即个有经验的知影党的观点来看，即点是值得讲，有迄个经验比无迄个经验较好，我是安尼看。啊，我即个经验我着迄几点出来，互各位做参考。啊，变伫伊个总统任期八下几冬，伊讲咱台湾一定要想办法加入即个叫做国际组织。即国际组织中间，一个叫做 WHA。世界卫生组织，迄个 assembly， 迄个大会，加入是要做啥？加做一个观察员尔呢？加要做国策员，毋是正常。正常为嘛？你一时讲办台湾，所在的较早啊，你都无伫联合国的即个做组织内底，联合国所属即个气象协会嘛好，即个医师协会就是咱 AGS 拢无当去啊。所以
咱是讲，我至少是一个啊，做啊观察。咱即摆公开一面，就讲 WTO 啊，啊个 APEC， 都这两个尔，出了无？哦，啊，所以即摆就是讲要比较了解，他们道理较半死啊，用各种的方式去拜托迄个，拜托迄个，到尾啊，投票基本难赞成，美国难赞成。中国反对，其他遐娘了，听着中国反对，都归反对去投票。都两个大国，日本甲一个美国干仗，就是咁样袂过，安怎创都袂过。啊，你无看伊报道嘛？国共党有摕啥物钱无啦？啥物有无迄报道呢？伊内底一部分是有影，确确实实有去做相的外交官的，有人对咱帮忙的，咱是用尽各种的方式。下手的就是下手，重点是对。因为咱要坚持讲台湾毋是中国一部分，所以九二共识无迄个九二共识，啊无讲台湾中国一部分，这完全咱一概无要接受。就是因为咱有要顾台湾的主权，咱无要接受迄个所谓九二共识。九二共识其实是无，因为所有的文件走片片，包括找李登辉总统，伊也讲无九二共识。包括做，较早郭正亨先生，伊算谈判的，伊台湾的代表，伊伫伊本回忆录内底，也拢无九二共识。这是苏起这个人，伊家己做出来物件，尾啊，逼到尾啊，伊讲，迄无迄个代志，伊家己做出来，伊嘛承认安尼。啊，但是伊就是用这九二共识，讲伫1992年，台湾甲中国，所谓中华民国啦，就是讲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共识讲中华民国甲联邦台湾的。即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我有种共识伫内底，你不要无相个代志。所以咱是无要承认即个物件，所以你即个要做特别个事，永远袂当是，咱安怎拼都无法子。逐摆五月伫日内瓦，日内瓦聚会时，咱足侪理解朋友伫美国嘛，足侪朋友在开家己个飞机票，走伊遐咧到欧元，拢无法通入，绝对无法通入。我迄天一面投票时，美国一份投票迄东西，阮规暝伫遮，啊拼，规暝无睏。啊，我迄阵拄好外交部的款，也是总统必选，我即摆，我嘛规暝无睏。等伊着伫新内话拍台转来，啊拼是，你别知哪啊？美国迄票投的是有正义有影支持咱，有影投，有美国支持。伊说一份，讲一份，啊袂即摆。搁等，对，无代表，一本一票支持咱。啊，当然，咱台湾有邦交的73个国家内底，有几个国家也会到咱那边。但是有诶真心者，有诶无达会费，拢无投票权。敢像咱家己民进党顶无达会费，还得无投票权呢。啊，有一寡国家因为无交会，无得通投票，国叫咱退达会费。啊，上万都袂付啦吧？啊，迄个有通遐达会费？咱嘛是要退啊，啊，算个，迄一面啊变规面无分，我也规面无分，那是遐个紧张，五万公台湾在开始做做特别钱，无就是无，自从讲变五月二十政权交替了，无偌久，妈的，讲外交牛逼，即嘛有人讲，WHO 是咩啊？我伊那遐搞，那遐搞，一下就是咩嘞？啊，我就是讲，这有经验的知影党好处就是啥？啊，这个囡仔，你着出卖台湾了嘛？你着同意一中的政策嘛？你着将主权卖掉伊，了后，我若要卖掉台湾的主权，我倒早着做比较好啊。我打嘛讲 OK， 啊，你打个，但是伊敢正经有影去加入这党？而且无呢，我听伊批评呢，伊若爽快就让你开一个会，不爽快就无要让你去呢。所以这是糟蹋台湾人。面底袂糟蹋台湾人的生活，糟蹋台湾人的，诶，即个做应该有的权利，这是一项。伊即嘛伫个，伊也是讲推广，哦，你民进党做袂到，我即嘛国民党拢随做出来，这是一项，我想这是国民做也差不多嘛，这是即个有关系，即个代表性嘛。有一项是讲控半年，伊同时伊着北京咧办奥林匹克，啊，照过去奥林匹克传统就是讲迄个主办国。底下先应该在对希腊，对就是Greece 那边，哦，对雅典哈，
对啊，省委对啊，开始点家己走，世界各国在走，走去到北京嘛，你就看办去北京。伊阵台湾的国民党回帖不是哇，这土气爱回经过台湾，哦，那对，啊，咱嘛想，那经过台湾就好啊，咱台湾嘛是参考恁美国话，当然咱是用车去塞过，但是无介意，但是都搞到都变古啊变安尼吼。那么上好啊，所以咱就甲台湾的恁美国话的顶顶啊，就透过因了，甲透过两委会两边，甲中国一边交涉。咱就是讲，阮环境来，但是台湾的主权要顾着的，袂使叫偷食包的。啊，中国为台湾要偷食包啊，伊要来地方呢？伊讲迄个土气要经过台湾，伊安怎？伊讲对，比如讲对越南，还是讲对东京是吧？对东京是吧？台北了后，伊就对台北变是去澳门，澳门了香港，香港了北京，伊就去往走。讲 no， 你得爱对外国是吧？台湾了，对台湾要出外国，啊对外国再等于恁香港。伊主张一直就爱一摆台湾了，甲对台湾就爱对香港、对澳门去啊，无必要搁走去外国。伊就讲，比如讲，只要到台湾了，即摆台湾也是香港也是澳门，即拢因个国，拢因个国家。伊是含即点，伊就要甲伊食啦，含即土气要着，伊就要甲食。所以当时我迄阵都做台湾个秘书长，迄阵六委会都陈明通，我逐天在咧开会，啊开会了就啊边个报告。啊，变个菜市，咱就是台湾主管要收个了。尾啊，国语讲国语到，你别去玩呢。同你讲，伊这甲中国原来所讲完全无一致，拢袂按头条报。所以咱台湾无法度通，伊就做用阮只号做破起经过台湾来，尾啊用安尼决定，全取消伊来。啊，这在在拢是咧顾咱台湾这个土地主管。你当时真好，地图顶头台湾来印在中国港式，我就随即抗议讲，这不是应该无港式，我这是无共款国家。但是你这么看嘛，菲律宾遐十四个人应该送转去中国去留一边，伊嘛点点点头嘛，伊唔知要怎讲。足侪台湾的主权的落，无法度通落实。咱看足侪遮个。啊，这就是表示讲，伫内部，咱今日拄着马政权这种的做法，我人感觉真艰苦。马即摆咧提起讲啥物，叫做 interim peace agreement， 叫中庭的一个和平协议。如果讲一块强调要产生中庭和平协议，你讲这个问题，所以迄阵 Clinton 来台湾访问的时阵，阿扁也要接见。冇你个问这个问题 ，Clinton 做过美国总统，伊个反对讲冇盖枪，伊即个盖枪，伊绝对要来提出什么条件，伊就遐条件，你去考，就讲叫伊去盖盖枪。啊，伊签了，盖枪五十张，五十张了，你变喏。所以 Clinton 讲这冇盖枪，就是讲民主进步党是徛伫台湾这个土地顶头，每一个人的尊严甲自由来看顾到这土地。我今日嘛直接相信。各位这个组织在努力的目标是同款，要去另外开一条不同款的路，来看会当透过一个，尤其是美国追溯倒转来，伫1945年历史的迄段时间，看有法度通来，予台湾袂叫中国体。那台湾假使正经有影，有法度透过这个叫做法律的独立这条路来争取。啊，会当予台湾变做一个袂叫中国并吞哩。讲一句较歹听，上衰潲嘛，只嘛变做咱变做美国的属地来讲是，从菲律宾、从 Puerto Rico 这些 territory， 有一天嘛有可能要求咱来投票，咱来变处理，嘛还阁有一个机会。我是安尼想，但是即卖就是讲，即个要安怎行？至少我也是感觉讲，伫目前来讲，当然大家真努力，像开枪啊，做学员的，伊就做演讲的。但是我伫外口，嘛有常常听到外口对恁的迄种批评的声音。我即摆拢讲老实的话啦吼，对恁的批评的声音，对恁的无了解，会批评。第二啊，一方面是无了解他，你若对人无了解，对一个组织无了解。伊都会甲你曲解对另外一方面去，因为伊在想啊，台湾这个土地，这独立是相当好，相当的，何必讲独立？
哦，这个声音。哦，啊，你讲美国人反对独立，啊，美国即马都伊都爱反对独立，伊都惊中国这边个声音。伊九二，啊不，九二美国这个纽约这个代志发生了后，这个、美国为着要所谓这个说 terrorist 这个物件，伊甲中国惊到，伊惊伊新疆西藏，啊，伫个回到台边设备这个。中国的这个西北边的朋友诶，中东朋友诶，会影响着美国。但是唔知美国唔知讲，我看法世界暴虐，这是国家上个。我是讲中国这是暴虐温床嘛，中国是暴虐的所在嘛。一个摕着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刘晓波是不会落去，啊，这不是暴虐的表现。啊，你反对民主的，这不是暴虐的小表现。啊，美国也是有某种程度来讲是天真，伊人较袂想遐奇奇怪怪的代志。啊，所以美国大过了，咱知影美国人伊足单纯的。哦，所以这个是我说今日只吼，甲各位斗阵伫只，我是讲一寡是坦白的话，就是讲我祝福这个单位的单位，但是这个单位都爱有法度通做啊后代，包括我看是讲这个美国人是毋是政治有咧干涉。因为每一个国家有伊国家利益的，伊有一个 national interest。伊即摆美国人，我即摆徛伫啥物角度来讲，是我对伊较有利。伊像即摆，是了做疫情发生这个问题，美国当然当然伊看讲，即Hosni Mubarak， 伊可能感觉讲应该会倒来，伊不要再慢慢较慢慢讲较侪话。啊，即摆就利比亚，即物件差不多在南部。用外交的这个路径等等，伊慢慢接触去讲上强定的话，啥物吼？这每个国家拢有国家利益，但是美国站伫一个叫做世界所谓民主国家的签订，民主国家的领导者，伊都无法度当不出声。你用军队咧台死家己的百姓，伊这时阵佫不再出声，真艰苦啊！无法度通接受。1989年这个天安门事件，迄当时，即摆迄事态是严重，迄当时要抗战，即摆愈来愈侪。我台尤鸿兵来咧，迄本册内底，咱写台湾事态是严重，是死足侪人诶。啊，迄阵啊，美国嘛是爱公开出来谴责，全一段时间拢无人要入去做生意。哎呦，伊个台湾人最爱趁钱，台湾人心入去，啊，所以变做佫互别人对头无去入去。对台湾有真侪做法，台湾我今日甲各位报告是讲，阮做国际面、甲国内面来看，这问题以外是存在，大部分是存在伫咱台湾岛内。但是我咧讲，讲 I'm afraid there is one China, two Taiwan， 伊个两个台湾，我是甲各位这个问题。哦，所以咱要安怎来安怎吼来处理这个问题吼？我甲各位鼓励吼，啊，重要是讲。哦，大家较侪人会当去理解咱这个目标。上重要是讲，美国政府有啥物声音，有啥物信号，讲 OK， 你卖讨论啥物，但是我这绝对会来支持啥物。因为我重要讲，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一个 national interest， 这随时有咧变化，咱爱去抓会着，叫做协调去交流。公开排量不叫骗，我是重点在是安尼做些个研究吼，啊，感谢各位，祝福各位吼。对。就是我真尊重的一位学者，啊，拄仔陈教授你讲，即摆问题是爱防止台湾内部主权的流失。但是讲到主权的流失吼，马英九，你当阵民进党你讲马英九吼，伊伫电视顶边有讲一句话，但是讲这句话以后吼，唔卖去重播，伊讲啥？马英九讲。遐个人讲我要出卖台湾主权，台湾哪有主权，无通互我出卖，刚讲一摆尔。所以我个人感觉讲，
马英九知影讲台湾无主权，所以讲我那我都未无主权啊。所以他拄啊，陈教授你讲迄个 WHA 问题，我都入去。但是咱其实中华民国，你是国际组织拢用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 是什么意思？其实你若看迄个 Google 迄个 research， 你会发现讲 Chinese Taipei 就是 Chinese is there。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所以这真清楚，就是讲，今日中华民国这个政权，伊是流亡政府在台湾。但是你伫台湾，咱台湾人若要用伊迄个中华民国迄个名，要去加入什么所在，甚至要用台湾这个名去加入，绝对会反对。这个反对，坦白讲，我认为不是中国的问题，啊，这是因为战争关内底。台湾都去用签名，啊，要去签名中嘛？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足清楚，那你要去签名中，你哪有独立的问题？所以呢，我只感觉讲吼，要跟迄个陈教授，因为咱这独讲独派嘛不对啦吼，而且台湾派一直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你若主权独立国家，请问咱民进党？啊，是台湾才会拍，是去拍拼什么嘛？啊，就用主权独立嘛。所以是不是咱来改变方法？甚至呢，咱这个啊，这所谓的独派啦，我这个独派这个行动不一定对啦。甚至呢，会当由陈教授，你会当来召集讲，大家坐下来讲，提出方法。啊，其实，哈，这个美国的。国防部啊，这边有邀请咱那个民政府啊，派两个人去青岛港啊。以前呢，我是11月12日才要开放，所以咱派两个去台，要去甲参观，甚至机场去甲试。咱有翕相，但是翕相以后啊，过差不多一礼拜外，国会卡，要求讲叫咱将迄个相片啊提掉。当然，咱迄个相片我有照伊意思，咱伫咧网顶哦。相片的，但是呢，有真侪人拢将迄个相片用当落去啦。所以可见，我是感觉讲，美国的国防部和美国的国务院双方有很多的矛盾。所以伫这个时阵，咱台湾民政府伫拍拼，啊，讲较歹势就是讲，安尼民进党到底所主张的到底是啥物物件？尤其是这边胡锦涛去拜访奥巴马的时阵嘛，过去因拢会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这边不够。这边伊讲台湾是中国的 core interest 核心利益，所以近期段的变化，民进党能看有无？啊，看会到无？这点就我甲陈教授讨论看下，谢谢。好，多谢吼，我这个普通时间，这个所谓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我相信啊，还是要跟伊联络啦，吼，我真还是联络。因为我家己都对政府机关内底吼做一寡代志，所以我有家己一寡看法吼。要针对你的问题，我提出一点吼，我各位做参考。迄个 Oxford Cambridge 英国这 Cambridge University 内底有一位教授叫做 James Crawford， 伊这大概公认讲是一个国际化的专家吼，伊。我伫一篇文章内底吼，伊内底有几落页拢谈论着台湾的问题。伊有公开讲台湾毋是一个国家，伊讲台湾毋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 Cambridge 大学的法学教授叫做 James Crow， 伊公开讲出来。啊，这篇文章是透过叫做陈继新教授提出来，伊之前捌做过书籍吼，伊提出来。所以我读了后，我甲阿扁叫伊，伊迄内底伊讲台湾毋是一个国家，伊个重点是安怎讲的？伊讲因为台湾的总统毋捌家己亲身用总统的名，还是外交部的部长会当代表一个国家的人，毋捌亲身向联合国提出申请讲，我要用台湾的名。成做一个国家，用的唔办。咱过去是变成国，拢是透过咱的友邦的国家，伫迄个做
General Assembly 内底，伊也替人发言，讲支持中华民国支持联合国。啊，这是照讲，这是人一个方骗台湾岛的百姓，讲啊，咱都要讲闽南一个教的，拢要讲要支持联合国，啊，这是无可能的代志，这嘛人嘛听无可能。所以James Crowe委员，你讲到你是一个国家，因为你唔捌有由外国部长啊，有代表国家的迄种人物。外国部长也好，总统也好，亲自用联合国